老板，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哎，可不可以请假一天啊？哦，当我生病时呢，我就会亲一下我老婆啊，病就会好了啊，试试看啊。哦，好啊，我试一试。2 hours later， 哎，试了吗？是的，我试了。一开始你老婆啊有点犹豫，不过后来还蛮享受的，我现在好多了。谢谢你们收看最近红什么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们哦。说个故事给你听。好啊。有一天我捡到一个神灯，精灵就跟我说你有3个愿望，我就说我希望我的老婆和宋慧乔一样漂亮。是嫌我不够漂亮就对了。然后精灵就说你还有3个愿望。哎，老狗，你跟女朋友最近怎么样啊？她已经不是我女朋友了。那也好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女朋友是一个臭狐狸精啊，她跟我们全部的男人哦，哇，都有一腿，是不要脸的臭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她现在是我老婆。哎，邻居小孩跟我们挑战打水仗，你要不要参与他？当然，等我先把水烧开。哎，宝贝，我问你哦，是不是只要长得漂亮一点的女生对你们示好，你们就会忍不住啊？那是他们，不一样。真的？那你是怎么样？丑的我也忍不住。哎，老婆，干嘛？我们可不可以别吵架了，夸夸对方的优点，好吗？好啊。那你先吧。你真帅。你真有眼光。你成熟稳重。你很诚实。你有个优秀的好老婆。你真幽默。哎，老公，如果有人用1000万买我的话，你会卖吗？不卖。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。你又不值1000万，这种没良心的生意呢，哦，干不得，干不得，你就差不多一锅饭。同学们，长大后想当什么职业啊？我长大要当警察，为老百姓除暴安良。我长大要当科学家，为老百姓做出贡献。我长大要当医生，替老百姓医治疾病。我长大要当老百姓，让大家服务我。哎，问你哦，香水要喷在哪个部位才会比较持久？鼻孔。你好，请问你们家是做什么的？我是一名牙医，我弟是甜点师，因为我妹妹喜欢吃甜点。哇，那你妹妹很幸福哎。主要是想要赚爆我妹的钱。您好，这里是红什么基金贷款，请问您最近有投资的需要吗？嗯，可能不太需要哎，因为我们家之前就是也有做那个投资啊。对对对，但是因为那时候失败了，所以我们家现在目前对这方面都算蛮保守的啦。嗯，请问是什么投资这么失败呢？把你养大吗？开心啊。嗯，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啊。嗯，我们下个月啊，终于要住贵一点的房子了。你都找好了，拜托一定要有阳台。啊，是说搬去哪里？没有要搬啊，房租变贵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能不能来公司一趟啊？需要支援。没问题啊，那礼拜六出门的人很多啊，容易塞车会晚到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多久会到啊？礼拜一啊。跟谈恋爱有什么要求吗？给我钱花。还有呢？别花我钱。太奇怪的开头，开心了。嗯，开心啊。跟你分享一下，不要一点啊，不要一点。他现在那个反应是对的啊。哦，是啊，是是对的，是对的。我没刚才讲话了，对，是对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丑的我也忍不住。像你那种。哪种？啊！花了。我不是第一个，真的。那时候再怎么说，我也排第三。你我跟你讲，而且他们很多人哦，你知道怎么样？嘴巴停不下来，嘴巴停不下来，还是要去，对，还在一直讲。你真诚实。错了。好，你真有眼光。没有，他说诚实这个地方错了。你真帅的地方就错了。对啊，你真帅。怎么可能？我刚刚讲的。孩子，亲他，亲他，亲他。我讲啊。啊，小狗。跟我爸。知道你老婆那时候排第三吗？就是我跟你讲，那是真的。你排亲下去，亲下去。他我老婆。亲下去。这一刻已经无限轮回了。那这颗 NG 为什么你继续转过来？
为了把这脸变瘦。对啊。猴子，谁准你打破第四面墙？你臭大叔！哎，臭大叔，捉你啊！怀疑啊，臭要承认，挨打正文，穿。